剑修，主攻剑术，能够御剑的修士。逍遥门就以剑修为主，我可得好好看看。剑修达到一定的修为境界后，会选择本命宝剑，剑在人在，剑损人亡，是攻击力最高的修士。哇，好厉害呀，我也要好好练剑。其他修士大多也会修习剑术，但一般仅止于御剑飞行，没能学会御剑的修士则多会选择飞行法器代步。